啊，他去那么加班。我们在民事过年这本节目哈，已经好久没有做古装的这个部分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选择的剧本是《西游记》嘛，《西游记》的主角通通都在身边了啊。二叔叫耗子来演的。啊，我是唐三藏师傅啊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啊，这是一个坐骑白马啊。是是是，给后大家。好，坐骑坐骑。哎，八戒八戒。我是八戒，猪小妹，时尚教猪。啊，时尚教猪了哈。这个要非常感谢董哥不在，不然你演不到这个。真的真的，谢谢董哥，谢谢董哥。不要再回来了。不要这样。哎，各位。哎，我是孙悟空啊！大师兄，来师弟师弟，我叫沙悟净哦。服装设计家呢，阿伯在那台布，你先好啊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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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跳舞。哎呦呦呦，我不要。咚，慢就活泼，就要弄变成活泼。休等啊。下一位。哇，那个猪小妹了。哦，我戳到我个逼啊！白马，哇，懂，急猫，动，哇，好活泼，哇，孙悟空，耶，水，炸，好啊，谢，师傅，电抓机。会死了！我爱珍珠。其实鬼鬼怪怪都很简单，因为可以天马行空，但是最难的就是唐三藏。啊，密的，难在哪里？老师，难在他不让我们剃光头，而且他这个唐僧的这个帽子呢，它是一帽两用，他如果天气太冷的话。它还可以变围巾，这一个枕头，它可以挡我的肚子，很棒。它这个毛是粘上去的，是粘的。对，这样会冲。不要乱，不要乱。它已经掉了好几根了。这是马头，这是马尾。哇，对，马尾你看。而且你帮它设计这一身呢，看起来很有料哦，这一只马，还可以喽。OK 哦，难得哦。大家恭喜。过年有诚意哦，大家新年快乐！过年有诚意哦，当然，而且很难得那个让师傅有一种想要泄欲的感觉。泄欲？不要乱讲，你是白马，我只想骑你而已。好。